没问题的话，请确认角色身份。顺道一提，村长有可能是狼人哦。嗯，好。黑夜降临，村长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村长，请闭眼。天亮，请醒来。一号，请发问。请问是三个字吗？错。两个字吗？也错。错。那就是一个字。一个字吗？对。废话。哦，一个字。一个字好难哦。一个字是一个人体的动作。比如说吞啊、含、吃那种动词，动作，嗯，动作，应该不是动作，不是动作，不是动作 ，no， 那跟球类有关吗？球类，不对，我怎么说球类有？球类有关，字都是什么？哦，没事，我那你把它名词，对，是名词吗？哦哦，所以他不吃啊！这个是没有吃过这个形容词啊，形容词，它是形容词啊，不是它是什么名词？名词，它不是名词，更好用。他给我们查历史，一个查历史，是形容词，小好村长，我是好村长，你是好村长，投大同区一票。形容词是形容人吗？哎，都可以啊。都可以，动物也可以。这个形容词是骂的吗？就是负面的吗？正面。再跟姐姐的，双向否定是正面的呀。我们是这样的形容，它是好的。完蛋了，我太笨了。完蛋去！你有对别人讲过这个形容词吗？哦，这个蛮厉害的。嗯。哦，这个哦。嗯。有，那应该是往色的那边，对，色。那一些美的那种，走在主流上面。现在没有，现在美正啊，正啊，美正啊，什么正美正正辣辣吗？是辣猜了吗？对，我在猜了，在猜哦，在猜哦，这差不多了吧？他猜辣，第二而已。你的程度够吗？啊，不对，不辣，不辣哦。哎，形容词，可是是整的，是形容女生吗？啊，没有，都可以。他说都可以，那就不是整的。那个字很多画吗？有超过15吗？好强哦，这个。我就深深不会笔画耶。会啦，你把我当野蛮人了。原始人有啦，大学有毕业啦。他在写，怎么样算多啊？很多话，15话有超过吗？他在写，没超过，那就不是整。啊，他就是没超过。哎，你刚哦，你刚是问辣，辣超过，辣超过，还是好正美是哦。那他说男女都可以，男女都那可以用在课业上吗？课业好跳哦，你菲菲是。不是，你不是，那怎么称赞会刻意的？刻意好，好冲棒，好棒赞，可是形容词哎，赞是形容词，赞超过了吧？对，赞超过了，会吗？刻意不会，刻意好偏哦，很怪哦，非进坑，怪哦。那这个字它是四声吗？哦，四声，它是还是啊？你根本不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不是，不是四声，可能是三声之类的吧？要问吗？要把它问完。那它是二声吗？嗯，上扬的上，不对。哎，但我有一个答案，我猜猜看。好，请问是乖吗？乖，对，乖很符合哎。一二，任何东西都可以。No， 不乖哦，不乖很辣，不乖很辣。
三声一声。二声不对，二声四声，只能一声跟三声。一声吗？哦，可以一直这样子。可以啊。无聊死你了！一声啦，你刚刚说不挺无聊吗？怎样？一声吗？四声三声二声一声这样子。这个一声，你看对了吗？一声就六拍了吗？乖吗？一声有什么？乖啊！摸形容词，摸动词。一声形容词，它常用。还是说一个范围好的什么范围？像刚才他说学业那。对啊，我学业不是说缺的，会不会是香？哎呦，哎，可是真香，香香香常用，香香哎。那香，那我锁吗？香，我要一二三四五。我觉得可以再选一个范围，第三 round， 我觉得可以猜猜看医生那几个呀。可是香可以猜看，杨颂是狼吧？你猜，你猜香看看。好，那请问是香吗？耶！杨世豪，杨世豪，狼人请现身。我不是，菲菲啊，杨世豪。那你真的很不想猜香，你刚刚明显。可是已经都你们认找出先知，我觉得一定开在二四里面是先知。二号牌一开始就说辣，那我要猜辣。我觉得他艾丽尔异常嗨哦，这一局太嗨了哟。他主持人哎，而且他还说是一声吗？是一声吗？大家应该会先想到不是二声，不是四声，应该会先。猜三声吧，我是这样觉得。什么奇怪的逻辑啊？但好像也好像也只有他比较，对啊，因为其他人他直接讲香，我觉得如果他是先知，他不可能这么冲。我觉得像艾丽儿哎，我觉得像二哎。OK， 请举牌决定一个号码，来三二一。艾丽，请翻牌。二号，四号是先知，游戏结束，终将遭到毁灭。我很不明显了吧？做好操，那这是狼人获胜。好哇，真的简单啊！好的，好，乌狼来了，下次见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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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